雇主所托，有一个新人，永宝市近几年地下势力开始崛起，威胁到了老板的财路，你去调查一下，连根拔除。这是最后一次，干完就有单，我将和狼王公子暂时断绝。如果你非要执行下去，我就要你的命。就像这样，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当年老狼王捡到你的时候，这枚戒指就在你身边。哎呦，哎呀，真疼啊！这没个几万块，可行不通。几万块？你没毛病吧？兄弟，引擎盖都没热，你自己装上去，装什么装？管闲事儿呢？不想活了吧你？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今天就被那无赖讹上了。哎，你去哪儿啊？不如我送你啊。哎，兄弟，来云港市了，怎么告诉我一声？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安保队长的工作，明天就来上班吧。那就麻烦你送我去东方集团。赶紧滚！这可是虎爷，你敢这么跟他说话？哎！赶紧滚！哎！你没事吧？你看我现在有事吗？建哥，哦，俊哥，我差一点就把唐静文给抓了，都是那个保安。怎么，虎爷的名号在永港市不好使？那小子还说了，要连你也一块收拾。普不流的东西，当务之急是要把唐静文弄到手，
唐静文的手里掌握了大量东方集团的机密，就是那个毒瘤的小保安，找个机会把他做了。小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我连你手我都没碰过。别耽误我执勤啊，说吧，多少钱点你的唐军？多少钱？就凭你这卡里100万啊，拿着钱赶紧滚，不然要你好看。行啊，刘明理，几次为我出头。这样吧，晚上请你喝酒。来来来，这边这边。好，来。那小子，我跟你说过了。东方集团的保安在这儿遇到我，算得倒霉。哎呦，朱爷，您这是到哪出啊？没死过啊？啊？怎么着？你死过？小兔子，我跟你爷爷说过。身手确实不错，若是纳为己用，卖个面子，给我朋友。连梁总都没了，我看你这小命是不想要。我觉得你还是……哎呀，喝酒喝酒嘛，咱别伤了和气。研究生，哟，梁总，别来无恙，这事把我部长带哪去了？陈总，哎，你看你来了，也不知道说一声是吧？哎呀！老虎，你最近挺活跃，我看怎么哪儿都用你。啊？误会，难道是误会？
之流。没错，他就是刘明明，东方集团最强保安。这个保安是刘家人，刘家人怎么可能还活着？陈静生在掩饰什么？以后你们谁在哪儿防着我再走。把你的手废了，弄他！我他妈要你死！我他妈要你死！哎，兄弟，喝多了，喝多了，卖个面子。看好你手下的废物！晦气！陈静收你个王八蛋，老子跟你势不两立！先让我喝点酒吧，非得剁了！永港市要变天了，刘家人出现了！不可能，刘家人不都已经……真是没想到啊，陈庆生竟然能找到刘家来做靠山。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梁总，你是说那个保安是刘家继承人？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了，用唐静文牵制那个刘家人。这个叫老虎的没得手，恐怕还会有所动作。我得看着点静文，不能让他们得逞。哎，老虎，听说你把唐静文绑了，怎么，你就不怕刘家人过来找你麻烦吗？怕什么？难不成他还敢来我的地盘闹事？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动唐静文，不然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不能，放心放心。你可真想我，刘家那个抱着，梁家那个也抱着，今儿就让我尝尝鲜，看看你身上到底有什么宝贝。他娘的！谁啊？我找你算账。玉警，走回家。玉警员，
寻药。静雯，静雯，你醒醒，静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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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变态到底加了多少药量？平时是我们用来逼供女犯人才用这么多的量，吃多了会死人呐！静雯，你清醒点，静雯。好热呀，叶林，静雯，我好想，叶林，我救救。静雯，静雯，迟到了。唐部长的车牛啊，唐部长都让你摆平了，真牛啊。喂喂，不错，你帮我回来。我这边被粮食集团打压，没有流动资金，今天出方银行还很重要，交给我。现在再加一点，同行也禁止。甭想了，啥都没有用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干嘛呢？干嘛呢？哟，正无聊呢。来了个这么个要饭的，看我怎么玩他！哎，真是的，怎么能把咱家大客户晾在外头呢？来吧，跟我来吧。你来办什么业务呀？啊，我来取什么？取钱呀！我跟你说，咱们家银行可是永广市最豪华的，一般最低取款窗口为5000万，然后是1亿，还有5亿。那10个亿的窗口怎么去啊？十个亿，刘经理呢？刘哥刚走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理，你可千万别去招惹梁文俊啊！唐部长，我看刘哥开的是您的车走的。你们昨晚不是在一起吗？多嘴。小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你？你要干嘛？请你自重。梁总让我拖住他，这人怎么有眼不见？看来我得使出大招了。哎呦，刘哥，刘明礼，静雯，你们，我们什么呀？我们没看见我和哥哥正在亲热吗？小雅，我一直把你当姐妹，你竟然……我告诉你，他以后是我的了。你少打他的主意。他说的是真的吗？他刚才我好，哎，我走。静雯，你个渣男！静雯啊，这知人知面不知心，
对于你的遭遇，我也很是同情啊。再说了，你作为东方集团的代表，经常和我有业务往来，你什么人没见过呀？对不对？我真的不想再遇到像方大明这样的人了。我本来以为这次遇到刘明礼，他会对我好一辈子的。景文，那不过是一个臭保安而已。但是啊，我还真没有想到，李小雅居然会跟这个穷酸保安狗的在一块儿。不过你放心，我回头就把他开除，好不好？投标的事情啊，咱们先放一放，当务之急啊，我们是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出这口恶气。刘家人是吧？跟我玩，我要让你在永无时消失。唐部长早。静文，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不过就是个保安而已，你不回去撒泡尿照着镜子，你配得上我吗？是是是，我知道，但那真就是个误会，你听我解释好不好？解释？有什么好解释？就是个人渣渣男。静文，我告诉你，刘明礼，我绝对不会让你在公司好过的，你给我记住了。哎，兄弟，该你上场了，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明儿就到。小子，你最好别打唐志文的主意，不然我肯定弄死你。大难临头了，兄弟，多想想自己吧。俺怎么知道？俺怎么知道？俺只是奉命行事。俺放过俺，放过俺。奉命？放谁的命？他一定会来找你的，他一定会来找你的。这一次，肯定不能活着回去。兄弟，你这次来云港市，我事情有点太多了，也没给你接风。有什么事啊，直接找我。兄弟，说这一次客气啊。安保队长，这个工作我挺满意啊，和我专业对口啊。哎，我听说这个梁文俊。还有那个叫什么老虎是吧？听说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老虎，这个人原来是个小混混，为人圆滑多艰难。听说前几年开了一个小安保公司，和梁文俊走很近。哎，这个人呢，我跟你说，他是一个狠人，特别记仇。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不会善罢甘休。正好，我倒想会会。挫一挫他的锐气。哎，对了，你这次来云港市是有什么新任务吗？云港市各个关系混乱，还需要排查。谁？站住！放开他！究竟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敢这么做？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我是想掌握你命运的人。能吹的人我见多了，老子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还轮不到你。好样的，不怕死的主啊，我见多了，他们和你一样，在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恐惧的面前。你想干什么？你从小跟你奶奶相依为命，对吧？你奶奶这么大岁数，你也不想跟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干什么？我警告你，别动我奶奶！你要是动她了，我跟你拼命了！只要你答应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就答应不动你和你奶奶，还会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这笔钱你一辈子都忘。这是神经毒素卡洛菲，只要你想办法让刘经理喝下去，我就放了他回家。你想让我给刘哥下毒，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这么做。那就要看你该怎么选择了。我这有个电话，只要我打过去，你的奶奶就会心不离开，然后就是你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怎么样？我希望你说到做到。好，希望你越快越好。我不喜欢他。你上哪儿了你？大家都惦记你，都找你呢。没事哥，乡下来信说奶奶病了，我就着急过去看了一眼。这事儿一定没那么简单。唐部长还没下班啊？是啊，过段时间营港市启动设计项目大赛呢。加油啊，拿个好名次。明天走了。好狗不挡道。哎，静雯，静雯，刘哥，我买了两电影票，我们去看电影吧。静雯，刘哥，我买了两电影票，咱们去看电影吧。静雯，再来骚扰我，静雯！哎，你们俩怎么都这样啊？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是吧？静雯，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哎，静雯，我跟他真的……刘哥，静雯走了，我们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吧。不要着急嘛，我订了豪华 VIP 套房，我们呀慢慢来。刘哥，我的功夫呀不比静雯差呢。你干嘛啊？你不会打女人吧？你是真不要脸啊。
哥，刘哥，你咋还不起来呢？都要迟到了。这两天小班都有点反常了，到底在搞什么鬼？还没有下手的机会，走吧，行。我告诉你啊，拖延时间这件事情对你特别不利。是是，我明白。今天晚上，我要听到你的好消息。否则，你去跟你奶奶在地府见吧。哥，你再给我。跟哪个丫头通话呢？神神秘秘的。六哥，吓死我了！是我是鬼呀、啊，还是给你打电话的人是鬼？你不说一会儿再起？你不是说要迟到了吗？葡萄糖，怎么了，小馒头？你去帮啊！你还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可以啊，馒头。最近这玩意儿没少喝，力道见长啊。我可用不着。脾气还挺大。早上好，唐长。伪君子，真小人的狗东西。怎么着？饿了？没吃早饭吧？哥安排。哎，不用，刘哥，今早这事儿呢，是我对不住你。早餐我安排，我来。那我可好好宰你一把，给我加两个蛋。好，等我。刘哥，哎、啊，这么快啊？起来。馒头，给我呀！哎，你这小子，终于得手了，这个笨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哎，怎么了？你出这么多汗？你冷啊？你先。你傻逼吧？不是，你今天犯什么毛病啊？都
他妈别杀我！在做一件他特别不爱做的事儿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苦衷。你跟我不是不懂道理的人，遇到什么事儿了，告诉我，我来帮你。不，这不是你能帮得了的，帮不了我。果然有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告诉我，他是谁？馒头，你不用怕，你跟我身经百战，我经历的一切不是你能想象的。告诉我，你想办法。其实。这件事很棘手。好，马上吧。馒头，下午千万不要出宿舍，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保护好自己。这个是咱们公司的占比四排，昨天是满的，今天少了一半。你是说有大量的重要文件被删除了？对，我怀疑有人潜入了我的办公室。那我们去调一下监控看一下。我们公司的监控是全自动保存读取，监控室的大门有三层铁闸，我闹出点动静是进不去的，想要进去必须得有钥匙。那我们去拿钥匙啊。钥匙在你那儿。是因为这样啊，我足够信任你，所以说我才会让你协助我做保安队长的工作。你不会怀疑我吧？啊，没有没有，哪里的话呀，兄弟。兄弟，我发誓，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和对不起公司的事儿。如果是这样，只有一个问题。黑客，东方大厦用的是全球最顶尖系统云上锁，据我所知是目前全球无人能过。到底是哪路高人能越过层层保护？在这个时候，我懂了，过两天是云岗市轮选大会，丢失的文件会影响公司寿命的顶级机密。也不知道小馒头那边怎么样了。我今天有点事要处理，放心，在大会开启之前，我一定搞定这件事。你眼睛瞎了吗？对不起，对不起。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今晚不是故意的，我现在有急事，让我去办好吧。回头我再给你道歉。是你叫的吗？你个死保安！对不起，行了吧，唐部长。
说一遍，我有很急的事要办，别再纠缠我。你有没有急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撞的领导还这个态度，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难缠啊？你个王八蛋，你赶紧给我滚！唐部长，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晓得预感这么强？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前面。怎么样了，兄弟？果然啊，你这招借刀杀人，貌似没有什么用啊。我的事从来不用管。哎，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你不是说还有个人吗？啊，这不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老虎，道上的朋友们都称他一声虎爷。这位是，甭介绍了，那个保安我帮你吧，开个价吧。这位是，甭介绍了，那个保安我帮你吧，开个价吧。还是虎爷爽快。我可不像某些人。空有一身的心。虎爷，您这句话就说对了。我在您这地头上啊，就是一土鳖，在这地方办事儿，还得您门清。哎，这小子可是真的上过战场，摸过真刀真枪的主。我管他是哪路人，上次让他一招，我是给他个面子，这次我肯定。胡爷，霸气。胡爷，这诚意啊，我都准备好了，您就放心大胆去干，钱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放心，胡爷，我什么时候差过你胡爷的钱？这丢面了吧？瞧
小好吧。有什么打算？后天就是永港市的商贸大会，只要扳倒东方集团，整个永港市都是我的了。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差。只要老虎能困住那个保安陈庆生，我吃定了。我看未必，这个保安大有来头，这个老虎不是个人。这个老虎啊，碍手碍脚的，我办事还得看着他，兄弟，你这份早准备好了。五爷，我查到了，刚一想的人就是他。哥，放心，你的仇终于能报了。所以你并没有看清楚那个人，对吗？真嚣张，竟然有人会明目张胆地闯进宿舍里行凶。可怜的小馒头。这件事我一定会彻查到底，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文件。后天就是商贸大会，我就有一点时间了。那个李总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那我先走了。考洛菲，小样，你的进展如何了？去哥，人家最近一直在公司里嘛。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自身价值，但是如果你体现不了自己的自身价值，那只能被淘汰。俊哥，你知道人家心里只有你吗？那心里都跟木头一样，很难搞的。小雅，我一直觉得你很……俊哥，你答应我的事儿，只要你不让我失望，我答应。保证完成任务。竟有人，他在做什么？难道静文那天那么晚下班就是为了这个？我在网吧看到刘明礼了，马上到。叫上几个兄弟，把家伙拿出来。牵住我，在那里把你干掉，神不知，鬼不觉。
哟，鬼爷，哪去啊？这小子不会是要跟我抢这立功吧？怎么着？这打架斗殴啊，都是以前玩的玩意，现在我们都用这个。这什么东西？真是个土包子。这叫卡罗菲，这东西稀奇的很，一般很难搞到手。是各个国家逼供特工时用的。用这小东西逼供？卡罗菲用上一点就能使人致幻，轻松撬开他的铁齿铜牙。这一瓶下去，立刻就能死。虎爷，你不是一直想立功吗？这是个机会呀、啊。别说，还挺有道理。那该怎么做？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委屈虎爷一下。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啊，这江湖上很多人都在买刘明你的命呢。真有此事？这样，虎爷，咱们商量一下计划。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小子来头不小，不过可惜就要死在我的手里，终于要混出一片天地了。为什么唐静文要做这种事儿？看来只有去找他问个明白了。你好，你是？兄弟啊。咱们之前见过面，我是老虎是吧？说吧，什么事儿？哎呀，兄弟，这不之前咱们有点误会吗？我寻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看你身手不凡，特别想交你这个朋友。不好意思，道不不想交。飞龙就告诉我给他打电话，就没告诉我怎么说呀。哎，真是难办。兄弟，我有笔大买卖要跟你谈。这老虎极力要求我去看，到底咱们什么样？不如会会他，套点情报。兄弟好身手，是当个兵吗？甭抬捧我啊！有话说我提防。兄弟太心急了，今天就我自己一个人，就想跟你好好聊聊。胡爷，这可真是你大买卖啊！所以我是带着诚意来，兄弟，给个面子。我也是在永港市摸爬滚打白手起家，最喜欢兄弟这样的侠义人士，身手又好，还赚钱，委身在陈庆生那做保安实在是太屈才。不如跟着你，整个云港市都是咱们。是卡洛菲。兄弟，怎么了这是？你个王八蛋！罗非用上一点就能使人致幻，轻松撬开他的铁齿铜牙，这一瓶下去立刻就能死。虎爷，你不是一直想要立功吗？这是个机会。
卡洛菲哪儿来的？陈总，商贸大会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哥，你今天一定能坐稳云港市的龙头。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要不是有那个臭保安的出现，陈俊生，我早把他宰了。呀，那这么说的话，那个保安现在已经……那个保安现在啊，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吧？俊哥，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只要确立了这云港市的地位，你就会娶我。会的，会的。东方集团是不会有事的。哟，这也不是你弄的。哟，陈总好大的架子呀，真希望这骨气和架子呀您能一直有。你他妈说话重点。哎，陈总，这年轻人不懂事儿，你不会跟下边人一般计较吧？梁文俊，你不是说你会把辞吗？你在骗我。景南，现在正是缺人手的事，我们都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对不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俊哥，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做不到损失我分明。欢迎大家能来参加这次商贸大会，针对命题如何让云港市获得更好的发展，我们可以研讨一下，根据得分获得最有价值的题。商贸大会每次的命题都不同，每年都会有更新，这个也是考验一个企业的应变能力，更是作为评断一个企业是否作为云港市人口的标准。云港市离海较近，我认为开发旅游项目是最好的，被外界所关注，吸拢资金才是壮大云港市资金链条的重中之重。陈总说的非常好。梁总这边似乎有意见，请问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我听说啊，陈总为了这次会议准备了很多的文件和案例，既然大家都在，不如陈总把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陈总真是费心了，既然有好的想法，那就请分享。确实，我是有很多文件和资料，不过很可惜让我弄丢了。我知道一年一度的商贸大会都是由每年最深资历的企业分享推动计划。是陈总，您的良苦用心啊，我们在座的诸位都知道，但是梁某不才准备了一些文件和方案跟大家。
梁文俊，你个小偷，你竟然偷东西！哎，干嘛动手？说话是要讲凭据的，我可没这么有钱。陈董，您虽然身居云岗市高位，但是您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动手吧？这有失东方集团的涵养。陈总，你不能看着别人比你强，你就嫉妒吧？要知道江郎也会才尽的。接下来曾经在云岗市叱咤风云的刘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坏了，今天是商贸大会，陈庆生，完了。又失败了，那还得我做。老胡，老胡，那个药效是真厉害。你他妈真是个废物！你个姓马的王八蛋，你要干什么？敢跟我动手，你不想活了？把所有事都告诉刘明你了是吧？我给你那瓶卡路菲，让刘明你给你喝了。我早就告诉你，那瓶卡路菲能够致幻。像这种意志不坚定的。现实和梦境都会颠倒。既然这样，我他妈也不能留你了。既然这样，我他妈也不能留你了。干什么？你干嘛来？难道是跟踪吗？杨军不会放过你的。杨军这次。你喜欢钱，都给你，都给你，都是你的。钱和你的命，我都要。陈庆生。你已经没有能力掌控云岗市的大局了，你该退位了。梁文俊，我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来永康市啊？为什么？要不是因为你，东方集团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兄弟，这个时候你要冷静，必须要冷静。他妈冷静个屁啊！公司都没了，你不是来帮我的吗？你帮我什么了？我们还能把东方集团夺回来，你还有我。你知道吗？东方集团都是我一手操办，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发展。就是因为你想来，打破了永康市的安宁。我他妈告诉过你，不要去惹老虎那帮人。你一个刚来的，非得去惹这帮地头蛇吗？结果呢？结果呢？陈庆生啊，陈庆生，怎么？赖着不走吗？你的东方集团明天动工之后啊，就会变成一堆破砖烂瓦。真可惜啊，陈董，本来啊还想借着您上位呢，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自己的公司呀都保不住呢。哟，正好啊，兄弟，等这儿重建了之后，你还回来干保安？怎么着？我不是你的好哥哥了？个不要脸的东西！哎。你好好等着啊，别急，我看你能在这个位置坐多久。哎呀，这人啊真有意思。气急败坏的狗而已。刚才我们在做东方集团证明的时候，发现东方集团的直属人不是程先生，所以你暂时还不能拿着东方集团。不是程先生，不是程先生还能是谁？刘家人。刘家人。所以，您光拿到陈庆生的签字还不够。必须得得到刘家人的承认。怎么又是刘家人？这一次，我让你到底在永港。当年云港市非常混乱，各路地下势力层出不断，政界官要与地下势力做暗中勾结，把云港市搞得乌烟瘴气，昏天暗地。父辈们为了维持生意继续下去，要与黑恶势力做斗争，可惜当时黑暗的云港市，父辈们的反抗根本就是无用功。直到刘氏一族的出现，打破了云港市黑白两道的平衡。
你就是刘家最后一个人。刘氏一族从外举迁来到了云冈市，但是他们非常厉害，用我们无法想象到的财力打破了云冈市的黑白两道，维持了云冈市的秩序，成为了云冈市的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刘家人又在云冈市消失呢？你知道吗？刘家人的出现本来就是不和谐的，虽然说他们维持了云冈市的秩序，但是地下势力却因为他们的出现损失了很多东西。刘家人是黑道的眼中钉。这一切都是父辈的错，庞大财力的资本家为了让一切回到从前，不惜花一切代价将刘家人暗杀驱逐。难道我就是那个时候被送到了狼王公司？这枚戒指也是刘家人的信物，但我这个只是赝品，留下它也只是为了以后，如果被梁文俊反咬，我能有一线生机。刘家人对云冈市来说就是英雄。而东方集团是刘家人在云冈市威望的象征，这枚戒指是东方集团的信物。欢迎回家。早就知道这一切，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在想，如果梁文俊没有走这一步棋，我将会把这件事永远烂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越早，你就越危险。如果是为了家族，伸出险给我如何？我要带着家族的信念回归云冈市。当年你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父辈们为了保住东方集团，所以临时把东方集团改到我们陈家人名下。但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日后刘家人带着戒指回来，我们陈家将无条件的将东方集团归回。所以接下来你要怎么？当然要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我现在已经被出局杀戒，我没有任何话语权去帮你协助开，你不知道。没关系，以我刘家人的身份回归云冈市，应该没有问题。这次我要让迫害过我刘氏一族的人血债血偿。这个废物东西一直想着如何踩我上来，这几年从我这儿捞了不少好处，死了正好，少了个十里八外的狗。兄弟，我有一本秘方，你要你这边配合行动。再说无妨。王八蛋，我就知道你不会娶我，你说好要娶我的，骗人骗人。哎，你是？你叫李小雅，我们梁总找你有事。用到我的时候知道找我了，不用到我的时候就把我当垃圾一样，我才不会去。这是哪里的话呀？我们梁总啊，一直在为利益最大化的事情操劳用心，所以呢，这儿女情长啊，暂且放一边。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梁总还说了，只要你帮他完成最后一件事情，他要娶你。我们梁总呢，身居高职，不方便透露太多，要不然呢，手底下人会不服气。走吧，军哥。小雅，我现在很被动啊，相信刘明理那边很快就会有动作了。军哥要我做什么？
我要让唐静雯彻底的归顺，这边就要幸福幸福了。又是唐静雯。现在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趁着刘明礼那边还没有找到唐静雯，我们要先他一步，捏好这个棋子。他就是个渣男，他跟我说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去找他，他就什么，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去找他，他就对我不客气。有这种事儿？刘明礼那天就要对我动手，要不是我好不容易跑出来，后果根本不堪设想。刘明礼现在将陈庆生的公司占为己有，他下一步就是对付我们和梁文俊。可是陈董不是？对，刘明礼就是用表面迷惑了梁总，然后把陈董的公司占为己有。你不觉得奇怪吗？经过调查，刘明礼就是永朗市的地下头目。这一切都是刘明礼伪装的。静雯啊，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你要知道那刘明礼现在正在四处的找你。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文件的事情你一定非常纳闷，但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呀。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已经跟陈静生沟通过了，我们要做一个局，演一出戏，把那刘明礼呀给勾引出来。是啊，我们都知道这永广市东风集团是块肥肉，所以这陈庆生啊才会成为黑恶势力的眼中钉。我们是为了保护重要文件，更为了保护陈庆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所以你们才让我将文件转出，还在商贸大会搞这一出，是为了保护我。没错，所以啊，你最近哪儿也别去，更别去东风集团，就安心的待在我这儿，我是最安全。原来刘明礼是这样的。这地下势力的渗透十分棘手，要知道刘明礼一定会以陈庆生为点，逐步的铲除以陈董为中心的核心势力。你就安心在我这儿，我会好好保护你的。对不起，之前啊都是我的错。没事的，你也是被刘明礼的表面所骗，我们都是受害者。怎么班都不上啊？哎，静雯，我告诉你，你以后别再妄想联系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梁文俊动作还挺快的，有意思。既然永港是讲究商业纷争，那我就陪你好。刘董事长，恭喜您回归永港市，继承东方集团。请在这个永港市商业合同书上签字，下个礼拜就是永港市商业大会，到时候您代表的可就是东方集团。商界大会，我就让你梁文俊在这个大会上永远出名，唐静雯我势必夺回来。
最近的今晚你就委屈委屈，在梁总家多待几天，等梁总把事情处理好呀，就好办了。哎，静雯，你跟方总那边怎么样了？这最近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好好关心关心你。他方大明就是个渣男，我早就跟他结束了。这样啊？哎，我发现这靠谱的男人还真没有几个。这件事之后你怎么打算的？我也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想换个城市，换个地方。要不你也跟我一样，跟在梁总身边，替他呀分忧解难。这件事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我得先去和刘明礼见面。小雅，千万不能让唐静雯和刘明礼见面，不然我们的计划就全白费了。好的，梁总，我知道了，放心交给我。静雯，静雯，丢失的文件太重要了。即便我现在已经被正身，但是在过一段时间的商界大会上，如果我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还会被别人推翻。到时候尽管我是刘家的人，那么大家也不会卖这个面子吧。现在还不是去找梁文俊算账的时候，时机还不够成熟。我一定要拿回这些文件，然后在商界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推翻他。王总，事情办妥了？还没有，再给我一段时间。不过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最近我在永港市发现了卡洛菲，不会是由你派谁来执行任务了吧？卡洛菲早在半年前就被公司禁用，没有人能带。好吧，我知道了。永港市的任务我马上会结束。静雯，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找你呢。究竟什么人？我劝你放，不然我对你不客气。站住！之前小馒头被杀也是你干的吧？哼！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就你这点本事，别白费力气了，直接投降吧。身手不错，看着有点眼熟呢。梁文俊还真有心啊，竟然找到了高手。好啊，我也好久没活动筋骨。这次我就陪你好好玩玩。干他妈什么吃的？连人都看不住。
刘远这个废物什么都干不了。我在这看着唐静雯，结果让唐静雯跑了。要不是我跟着刘梦雨，他俩就见面了。真是个废物东西，给你机会都不重要，把他们俩都给我关进地下室，谁都不允许出来。走。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俩必须出这个屋，要不然我弄死你俩。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你可比我以前穿那些女囚要有骨气多了，但是什么用都没有，你只不过是烙印。兄弟，事儿都办妥了吧？你按你吩咐，关地下室。我晚上遇见陈庆生，你去吧。陈庆生啊，陈庆生，我们终于见面了。哟，兄弟，最近清闲的很，这还不是拜杨总？哎，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儿上居然会有刘家人。等等等等，怎么着？你要打刘家人的主意？刘家人什么地位？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就凭你现在的能力，我劝你们俩好好的窝在自己的公司，不要打什么主意。陈总啊，陈总，你还是当年的陈总。我知道凭我自己斗不过刘家，但是帮手不知道梁总，您请的是哪一尊大神来做您的帮手？怎么样，陈总，有没有意向？我们谈谈合作。合作？怎么合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你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陈总，你要知道。天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保障。他一个常年在外的雇佣兵，凭什么融入我们金融圈？再说了，陈总，您当年在东方集团做出那些丰功伟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梁总，有什么话咱直接说，说个痛快。陈总，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心甘情愿的想将东方集团？拱手相让。至于怎么选，就看陈总你的了。啊，对了，我还有一位朋友要介绍陈总给你认识认识，不过我介绍的好像有些多余啊。这位老朋友，你们之前陈总你好，我叫马飞龙。小雅，小雅，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们都被刘云君骗了，我早就知道他压根不是真心喜欢我。这门是从外面锁的，我们出不去的。怎么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吗？我最开始认识梁文俊的时候，他说过会跟我一起白头偕老，他说不管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身边。可现在结果怎么变成这样了呀？对不起，静雯。之前是我不对，是我伤害了你。说什么傻话，我们俩都是受害者，都是被梁文俊那个伪君子的花言巧语所骗。你真的不会怪我吗？不会，梁文俊就是个骗子，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更应该统一战线的对付他。可是我们都出不去，怎么对付他呀？静雯，其实我和刘明丽什么事儿都没有，一直是梁文俊叫我去这么做的。他想利用这种误会，让你死心塌地的替他做事儿。所以，是我一直都错怪刘明丽了。急了，兄弟，多亏了你帮忙，不然这刘家人真的是太难缠了。对了，他们两个安置的怎么样？都安顿好了，都在家。一下就今天辛苦了，快休息。静雯啊，静雯，你真是傻，你居然还要去见刘明丽。既然你这样。唐静雯在地下室干什么？不行不行，我现在还不能出去，不然计划全部落空了。谁？出来！我已经看见你了。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看见你了。想象，如果你以后也这么对我，静雯，你终于想清楚了。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咱们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我也想通了，只要能帮上梁总，体现我的价值，那以后其他发生什么，还不是梁总替我扛着？你看看人家静雯，你再看看你。静雯，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去找刘明理了，好不好？我找他干什么？他只不过就是一个臭保安而已。
梁总有钱有势，跟着你还不比跟着一个臭保安强？是啊，在我的领导下，就已经看清楚形势了。早这样多好啊，是不是？啊，对了，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但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我真不清楚。啊，老陈啊，你认不认识能够破解密码的人？之前倒是有一个，但是在执行特殊机密任务的时候死掉了。哎，兄弟，要不这样，你把这个隐藏文件给我发过来，我给你看一看。啊，好。怪你太笨，哼，这个不怨我，连老天都站在我这边。原来如此，原来老爹在给自己留下家族信物的时候就已经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回来继承东方集团，所以就将这串密码印在了银戒上。当然这一枚普通的银戒不会有人猜到，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原来是这样，刘家之前竟然还隐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没想到东方集团表面上是永港市的和平象征，实际上东方集团却掌握着永港市大大小小企业的生死。怪不得刘家人会成为众矢之的啊。梁导，这件事情要快一点，刘明你那边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事，如果在那之前能把这件事解决掉。什么事都没有，如果要是解决不掉，我们都会完蛋。不得了啊兄弟，难道是发现了刘家人在永港市的卖门？看来我们的行动我要将这份文件藏起来，千万不能被人知道。看来我今天要马上联系唐静文，将关于东方集团所有的纸质材料都拿回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送饭点。对啊，送饭。听口音。多赢点。是我，秀儿，跟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带你走，还不是时候。我在陈静生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个隐秘的电子文件，但是还差纸质的合同跟授权书。过几天的商界大会，我能做什么？他也是被梁文俊所骗，我们两个现在站在了同一阵线，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搞到纸质的合同和授权书。顾老板，快吃饭，一起。此地不宜久留，我要赶紧走了。有少卿。用兵之王，你们都是破有人族的强者，今天只要拿到兵王，才是你们最终的归宿。去吧。经理，我不会手下留情，为了这个兵王，我准备了太多的人，这一次我很难放弃。你今天就试试。就是你死，就是我亡。明林，加油，你一定行的。想做英雄是吧？任何的感情，如果你不能放下所有牵挂，等待你的终将是死亡。兵王非我莫属。飞龙，你当真这样执迷不悟是吗？废什么话，要打便打。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真是太有意思了。明理，你又振作起来。你知道外区的人为什么都怕我？因为我才是无规则的神。小馒头是你的手柄吧？
没错，可惜呀，他太善良了。善良的人只有死。其实我早该想到，能使用卡洛菲的人就是你，真让我意外。你还活着。救我！你要救我！飞龙，我原本以为你可以，结果你还是不行。我留你有用，你还不能死。八年，我等这一刻，等了八年了，这一切都拜你所赐。我一定要将我失去的全都拿回来。馒头，刘哥这就给你报仇。我给你机会。静雯，你别胡思乱想了，有刘明理在，咱们俩肯定能相安无事。明理，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你一定要相安无事，平平安安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吧？报告梁总，没有。这个刘家人狡猾得很，搞得老子已经提心吊胆。哎，静雯呐，最近呢就委屈委屈你了。等我处理完刘明理的事儿，你给我出来一下。俊哥，刘明理来过。做过的那些事会遭雷劈的，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跟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我就喜欢你这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样子。今天这里啊，只有我和你。刘明理啊，会来救你。
怎么还不服是吗？八年的遗憾就给我给放弃吗？还记得那老大吗？今天你见他人流一样的吗？我现在没有心情。见到刘明礼，我已经派杀手去杀他了。梁文俊，你个王八蛋！妈，妈，等我把你玩够了之后，我就送你我兄弟们玩。你狠着你！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也该给我点回报了吧？弄死你！寄回来的吗？是小雅，完了完了！如果梁文俊知道这是小雅把这个偷回来，肯定不会放过他的。我们去救他。我早就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出现，危险到你不敢，还协助梁文俊扰乱我所有计划，那我只好……老王，我错了，我再也不出现了，我听话，老王。老王是你，很快你就会睡着。废物，为什么都跟我作对？为什
萧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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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姐妹，你怎么这么傻呀？静雯，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你，我不怪你，你只是太爱梁文俊了，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姐妹。在我房间的抽屉里有一个 U 盘，里面是我熟悉梁文俊所有的犯罪证据，我不想他一错再错，我想。你先带着证据回去，狼王来了，我要去找陈景生，恐怕他会有危险。狼王这个时候出现，是不是有人执行任务失败了，要被灭口？陈静生会不会被杀了？陈静生，老陈，欢迎来到永港之声界大会，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因为我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好，相信在座的各位对我都眼熟吧？你不是在商贸大会上闹事的那个混蛋吗？一个小混混，怎么可能上老台面？你赶紧给我下来！先别急，至于谁是混蛋，我们稍后做分晓。我是东方集团的直接继承人。继承人？你？东方集团的董事长不是陈静生吗？没错，但是刘家人，各位，永港市黑道横行，已然成为毒药，影响着永港市的秩序。而我发现的这个黑恶势力，早已在商界深深扎根。今天，我将代表商界的最高层，将其连根拔除。以我们梁总为首的黑恶团伙，非常的嚣张，俨然成为永港市最具代表性的黑恶势力。放屁！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就这些？或许还不够。梁文俊，你和老虎暗中勾结，以你的商业影响力和老虎的地下势力双手结合，非法经营，威胁恐吓，草菅人命，短短几年作案几十起，梁文俊，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你个王八蛋，你出什么计划？无非就是得到永康市的大权。我告诉你们，我垮台了。你们谁都别想好。放心，会有人对付你们的。梁文俊，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李小雅那么爱你，你竟然亲手杀死了他，都在劝我们。怎么能这么狠心？都在。陈庆生，你现在不属于商界人物，没有资格踏入会场。
马飞龙说的对的，你的命真好。霸王，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没想到你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飞！我原以为将刘家人暴露在云港时，你和虎爷就会将他铲除，没想到啊，你把马飞龙找了出来。我有计划。你不是说要帮我的吗？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你只不过是我棋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现在你已经没有一价值。原来如此。我接手东方集团后，你接手的黑势力并没有。所以你无法顺理成章地坐上东方集团的宝座。可惜呀、你知道的太晚了。原来你才是操盘整个永港市的幕后黑手。亏我们已经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下半辈子在牢里过。来人，把他们带走。一切都结束了，从此世上再无老王公司，就让老一辈的恩怨都给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结婚了。